在这个画面中，可以看到万人信众挤爆新港奉天宫，一双双手伸出，就为了碰触到妈祖金身，祈求好运和平安。所有人手伸好身满，嘉义县长也与上万信众一起迎接回銮大典。以上除了新港人很忙，招待所有的这些引来的客人。 那是让你带动了地方经济。后享之后，大甲妈阮教准时于9号晚间11点启程回銮。 后晌之后，大甲妈阮教准时于9号晚间11点启程回銮，沿途大批警力随行为安，征途在北返前，在庙前和新港奉天宫妈祖辞行。接下来和大甲妈继续绕境行程，预计10号大甲妈绕境队伍抵达云林，晚上则在西罗的福星宫住驾。不少信众也在回銮大典前就启程，要把握这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。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，主播。 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